先看那个 UI， 使用 UI 的重写。那重写部分的话，特别注意就是说，你们可以在画面上面看到底下有一二三四五一到九，然后有多少的一个数字。那这个数字的话，基本上点下去是几乎叫自己，只是说后面传的参数不一样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demo 哈，这里边这个 demo 其实非常的简单，就是各位可以看到有没有这地方搜寻结果摄取的一个 service 啊，那这个 service 底下呢就会有一个什么，有一个一到九的一个超连接，那一的部分是自己本身，所以自己没有超连接，二的话按下去就会第十到二十的结果，然后列出来，我底下这地方应该要重写，这地方应该要把它改成11到20的哈，然后三的话按下去，这个地方上面有改。因为下面没改啊，我这边我想我们自己可以来改没关系，等下再来改也可以。那也就是说呢，类似像那个 Google 搜寻引擎，搜寻完之后的话，那基本上面的部分基本上都是叫同一个 survey 的 view， 这个 view 的名称叫社区，后面只是问号有没有？问号后面传一个参数，这个参数的话叫什么？叫做 start， 等于多少？等于一个数字。那根据这个数字的话呢，我们可以让这个数字。点下去自己呼叫自己，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？首先的话，等一下各位也可以建立一个专案，专案名称的话呢，叫做 URL rewrite 或者叫 URLRW rewrite。然后呢，里面的话就只要建立什么呢，在 Java 的 resource 里面套件里面呢新建一个按右键新建一个这个 service 的名称的话呢，我这边取叫做社区。那社群里面的话要做哪些事情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首先的话呢，一样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因为是用 get 的方式嘛，在 URL 上面，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，你就只要这个去实做 do get 的这个方法。那 view 的名称叫社群，这个地方的社群是小写的社群啊，社群这个 view 的名称。那再来的话呢，我们 do get 里面哪些重点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第一个。这个地方一样这个 response 点 set campaign type 这个前面都一样，然后建立一个 out 的物件，要输出到画面上，用 greenline 方式的话，把这相关的包含那个档头的部分 ，HTTP 跟 head title 结束，然后 body 上面部分的话我想这关于没有，这 HTTP 没有输出，再来的话，接下来就是说呢，我要取得什么，取得一个参数。那取得参数部分的话，跟前面一样，我的参数名称就 start 因为上面不是我们刚刚点下去之后的话，会出现有一个 start 等于多少呢？就是直接执行上方的话它会有一个什么这样点下去二的话，就会出现 start 等于二。那 start 等于二会传送过来，所以传送过来的话呢，我就会接收到，用什么接收呢？用 request 点 get 它的。这个 parameter 把这个参数叫 start 把它接收到，丢给一个字串储存。那如果说 start 等于 null， 等于 null 的话呢，表示什么呢？表示是第一次嘛，对不对？因为完全没有传参数，是一定是第一次。那第一次的话，如果是第一次的话，要做什么呢？这地方的话接下来就说我们这个 start 部分接下来就是说把 start 怎么样呢？强制转型为一个 count 一个 count， 因为将来呢传进来的话一定是一个字串，那字串的部分呢要做强制转型，一定要 int pass in 或者是 value value 也可以强制转，也可以把它转型为什么呢？转型为 count。后面的话就是再来就是因为我要把这个总共会有九个数字要传出去。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，我就十乘上 count 十，然后减掉九。这个地方的话呢，就是我总共 count 这边进来，比如说我今天传进来是二的话，比如点二嘛，对不对？传进来是二，那二的话呢，这个地方我刚开头的部分就是把这个值我要把它算出来。好吧，算出来。那这个地方的话呢，从哪里到哪？那这地方的话呢，我是从如果是二的话，那进来的话应该是
十乘上二十，二十减掉九，应该从十一开始啊。这个数字是有算出来的，刚刚好像算出来的，我们刚刚再检查一下。那 end 的话就是十结束乘上二十，也就是十一到多少？十一到二十，如果是第二个 cage 的话，哦，那没问题。它一个头一个尾，哦，不过刚刚为什么按下去？我看一下，按二，哎，这边好像，啊，这个对啊，但是底下这个数字没跑进去，哦，所以等一下这个地方，有没有？你点一下去变二十三十，那这个二十三十怎么做出来？如果按三的话，那三一进来的话，它的头就是三十减掉九，那就是二一嘛，对，二一。然后到了二一到三十，那没错哈。所以这个地方的话，用这样的公式，把头跟尾哈，把它这个哈，这个算出来，然后放进去的话，就是从多少 begin 跟 end 的结果。所以画面上看到的啊，也是我们要的。那再来就是说呢哈，我要在底下建立一个所谓的一个项目符号。那项目符号在前面的练习也有嘛，一定是一个 UL。加什么？加 li 那个 HTML 的标签。所以这里的话呢，我在这个地方就输出一个什么 ul，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 li， 有没有 li？ 搜寻结果 i 加上什么？这个后面一个结束。那其实问题应该出在这里。哦，那等一下各位可以想一想，如果说我们要让它更完美，比如说我今天出来这个地方变成应该20到30嘛，对不对？结果它这边搜寻结果哈，假如说，这个应该也要把它改成20到30才会比较理想。所以这里的话，程式哦，等一下看一下怎么把它改一下，好不好？那这里的话，我把结果跑出来的话，那我就在这边的话 ，for i 等于1到 10， 所以搜寻结果的话，最后会列出来就是1到 10， 对，这应该没问题吧？这地方秀出来，所以这个部分呢，实际上就是跑一个回圈，哦 ，for i 等于一到十，然后搜寻结果一到十，然后前后的话呢，用项目符号把它包夹起来，那最后的话结束这个项目符号，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是做项目符号的部分。再来的话呢，再跑什么？跑下面这个一到九，一到九这部分怎么做出来呢？也是 for i 等于一。啊，开头，然后呢，条件为小于十加 ，if i 啊等于 count 的话 ，count 那表示什么呢？表示这个地方哈，print 的时候呢哈，因为呢，如果等于 count 的话，那这个地方本身就是不要做超连接，啊，因为count 总共有几个嘛哈。count 啊，对，这个对，总共有，那就是这个地方 out print i continue 啊，如果说呢哈，它是那这个地方就不要做超连接啊，然后继续跑，反之的话呢哈，就是要做什么呢？做 search， 也就是说要在这个地方做超连接，好，从这个地方可以去做一个判断 ，if 的部分做判断，如果它等于 count 的话，那我们这个地方呢？就如果是三，那三的上面呢就不要做超连接，啊，所以这个地方的话我就判做个判断，如果等于看着的话，那就只输出什么呢？输出它的那个字就好了，那就继续再跑，啊，反之的话呢就是怎么样呢？去做一个超连接，所以你会发现如果等于看着同样的是三的话，那就不做超连接，其他的话做超连接。好 ，OK， 那把它结束掉。那最后看到的话呢，就会看到类似像这样的。点下去的话，如果是4的话，那4的上面不要做超连接。哦，类似像这样，这个就是所谓的那个 UIL 的 rewind， 哦，就是这个UIL 的这个重写哈，哦。那这里的话，我想各位试试看。哦，这个地方的话，我们刚刚讲的这部分 UIL 的重写。让自己一直呼叫自己，产生最后的结果，各位可以看到。那比较重要的应该就是在那个回圈上面如何去判断，那使用 UIL 这个分页的部分，把它输出。那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试看，程式的部分的话，这个画面上各位可以看到，试试看。